节日好像到了。没错，就是他在车里呢。Good morning, birdie。这只小鸟每天早上都站在这里和我打招呼。工作的一天开始了。嗯，没说你，你不需要工作，你也不用妹妹，你就享受生活啊。行吧，就这样吧。这个长家伙是谁？露露。别闹了。你冷不冷，妹妹？这开着空调。啊？你都开成冰河世纪了，我们都习惯了。露露在那儿干什么呢？我在思考未来规划。饮料越来越多，因为每次订餐都送饮料。美美，这个牛肉干你都吃过了，不能吃太多了，咱们待会儿再吃吧，好不好？你可别给我忘了。叫个外卖，吃个午餐。这来了一个小公主，热巴。叫我干嘛？我在挑衣服。你挑这么多衣服，今天都要买走吗？当然了，发了工资就要犒劳自己一下。你穿这个最小号就合适。是吧？我也觉得很合身。这件是田园限量版，你要不要来一件？我考虑一下。什么那么香？你是不是藏好吃的了？闻到炸鸡的味道哈。你不能吃这个，热巴，这个太辣。这是给他设计的小衣服。谢谢你给我设计的小衣服。啊，不用谢，客气了。你想喝这 Monster？ 这不能喝，这个能量饮料，狗狗不能喝。好了，回家了，天还是亮的。今天的晚餐是炒米饭，还有超辣的火鸡面。好了，冒险继续。